在一处水潭边，白皙妈妈引起了一头雄性白皙的注意。雌性白皙经常惨遭领地意识极强的雄性杀害。如果雌性白皙处于发情期，他们的雄性幼崽可能也会有生命危险。白皙幼崽对妈妈非常依恋，即便身处险境，他们也不会离开妈妈。这头白皙幼崽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做了一件特别勇敢的事情。他竟然击退了体型比自己大很多倍的对手，